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兔八哥，八哥我又回来了。第一次出镜难免会有些紧张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博士的 U 系列产品我们已经评测了小金钻，今天呢带大家看看旋风蜥。第一眼看到这家伙就感觉很像刺豚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更像了？这是一只幼年雄性刺豚，经常出没于垃圾附近。寻觅者，寻觅者。安全提示：刺豚虽是水生生物，但请确认你家的刺豚是否能消化湿垃圾，谨防喂食不当夭折升天。我这只确认是旱地刺豚，不宜沾水。天猫官方旗舰店99首发，639元入手，还赠送了博士定制款 QC3.0 车充一个，也是本期节目的奖品。关注我们，一键三连，并在评论区留言抽奖，抽一名幸运粉丝送出。原以为会多一个博士定制款黑色手提箱，我一个，他一个，还有他也有一个，结果是一个瓦楞纸盒，我的堆叠梦就这么没了。博士 U 系列三大花旦，就你不带金，就你没豪宅，叫你这么胖，豪宅也住不下，只能住纸盒子。一条一米长带磁环的 Type-C 电源线，博士 U 系列专用 3.6伏四安时锂电电池，上次猜是18650电芯，网友指证18650电芯的可能性不大，询问了客服也没有答复。我呢也比较手残，不会拆。 Type-C 充电孔三小时充满，最新发现设备运行时指示灯无指示，停止才有。关于电池的详细介绍可查看 T12 期视频。和小金钻同样的黑灰配色，工程塑料，磨砂质感，同样的金属 logo 装饰条和两侧对称 logo， 直柄握持，左右手均可使用。手柄塑料区域的摩擦力较差，但电池末端的内附橡胶又把安全感拉了回来。43x38毫米的握持尺寸，单手能完全掌控整机650克的重量。底部双排 U 型排风口，有过滤棉，防止杂质垂出。垂直约50度，水平约70度的出风范围，夏天用倒是很凉爽。冬天听说刺豚和手套更搭哟，关键是电池仓接口处还漏风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可以和头型匹配的 U 型风口吹着我的头发，就是不知道这凉风吹久了会不会头疼。底部产品名牌，中国造，75瓦， U 型支脚，平放很稳，塑料透明集尘仓，前端25度圆形吸嘴，内置单向挡板，垃圾有进无出。随机还赠送了一个缝隙吸嘴，8厘米长、15毫米宽的吸嘴，处理犄角旮旯缝隙里的垃圾，得心应手。摩擦紧固式连接，单向锁定按钮，配合底部卡孔与卡扣，固定集尘仓，长按按钮下掰集尘仓即可打开。可以看到内部除了滤芯就没剩多少空间了。官宣毛容量为0.25升，也就半瓶水的体积，找了些 PP 棉填充进去，也就这么多，也别指望能装多少垃圾。旋拧取下滤芯，依靠上下旋拧卡扣固定，外面是50目不锈钢滤网，用于过滤大颗粒垃圾，可水洗。内芯是微尘过滤海帕，用于过滤粉尘颗粒，不可水洗。通过中间拆卸柄拽出，不过塑料材质的拆卸柄没有防滑设计，加之内芯的圆形软橡胶密封圈，想拽出来得费一番功夫。外滤网四周也有一圈密封圈，两层密封结构能有效过滤粉尘，保障内部电机运转。良好的密封性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，安装滤芯时由于内芯密封圈摩擦力过大，要费好大劲才能安装到位。顶部电源开关拇指轻松触及，阻力适中，反馈明显，一档不可调速，点按触发，运行噪音77分贝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官宣吸力为4.2千帕，手头也没有专业仪器测试，我们就找了几个土办法测试一下。吸螺丝钉 M3.5×25 自公司1.1克每个， M3.5×35自公司1.8克每个。难道是太长了？换硬币试试，1元硬币6克每个。虽然能吸起来，但基本上是贴着吸的，看着也很吃力，吸力不行呀，吞吞。我们再看看它的续航怎么样，放入 PP 棉，模拟舱内集尘量，满电开机，直至自动关机为止，耗时16分钟。机身最高温度51度，电池51度，温度集中在电机附近，
16分钟，貌似可以打扫个房间了。打扫房间？你是要这样打扫吗？内径26毫米的接口，官方也仅提供了一款吸嘴，网上也没有找到对应的转接头销售，像什么延长杆、地板吸头都没有，也不会有。原因有二：第一，吸力太小了，加上这些附件，吸力衰减的就会更小；第二，集成仓的容量太小，吸不了几下就满了，所以呢，它并不适合大面积作业。这样它的工作场景就小了很多，但产品的定位反而清晰了，可作为地面吸尘器的一种延伸。我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拿吸地的吸尘器打扫桌面、床铺、沙发吧，即便是更换了吸嘴。果壳、纸屑、临时残渣这类垃圾不弯腰顺手一吸，关键是放哪都好看，但像附着在被褥、沙发表面的浮尘、毛发没有毛刷吸嘴，弄起来还是挺费劲的。车用充电方便，配送的缝隙吸嘴也能派上用场，不占地方，续航也够用，但机身未设计照明灯，犄角旮旯看不见咋弄？ DIY 锯个木头钻个孔什么的，可以用它吸木屑、吸尘土，吸倒是可以吸，但尘土对这种滤芯的消耗可是很快的，而且它不能水洗，消耗快换就得了，但你得有的换才行。询问了客服，这种滤芯暂无销售，价格未知，上市时间未知，淘宝也找不到替换款，所以呢，我建议已经购买旋风吸的小伙伴先不要用，先供着，等这种型号为1600A01T... 的内芯有售时，再放心大胆的用。总结，旋风吸优势并不明显，吸力容量倒也与体积匹配，但配件稀少，耗材命短，还买不到。同等价位，你可以买到一款吸力更猛、容量更大、配件更多、耗材更廉价的。怎么选呢？反正刺豚是挺可爱的，但扎手。好了，兔八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哦，对了，不要忘了抽奖。